小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要上千岛娃娃课。来，我们翻到第12页。今天我们要画画，你们可以准备铅笔和彩色笔。我们要画什么呢？美丽的鱼，今天我们要画小鱼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先画三角形，大大的三角形。然后呢，在大大的三角形后边，我们画小小的三角形。然后我们画鱼的头，我们给它头是吗？弯弯，然后给它小小的眼睛，然后我们画鱼鳍，我们在后面呢画三条线。三条线，鱼的身体是吗？我们的鱼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涂上颜色，要什么颜色都可以。老师想画的颜色是，橙色。老师要老师的鱼橙色。老师画，然后老师想用绿色。给它棕色，棕色，老师画在这里它的，然后最后呢，尾巴老师也是给它棕色。我们可以用铅笔画它的尾巴，是吗？给它尾巴，然后它的脸呢？老师要画黄色。你看老师的鱼画好了，你们可以在家自己涂上颜色。要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小朋友们在家记得自己写作业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